故呢，哦，那个时候啊，哦，很严重了。可是度生之心很急了，怎么样？自利未暇，还没有了生死，自顾不暇，是不是啊？需养他力啊，自顾不暇，暇就是悠闲无事咯啊。你自己啊，善不能照顾自己啊，啊，暇就是急了啊。你还没有这个自利未暇啊，自己善且没有那个能力了脱生死，自顾不暇，哪有力量去顾及到别人？对不对？需仰仗他力啊，需要仰仗佛力。哎，所以为什么师父啊推荐大家，你要猛修净土法门，你不可退，不可退的。哎，你放弃净土法门呢，要了生死啊，那就看你了。你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能力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很难，很难。所以为三宝为四的周行，为病良药。哎，为三宝是世间的周行，是病的良药，所以急称名以求速救啊！急就是急切的、急迫的称名，以求速救，以求速救。是尽空诸寒士，尽虚空啊！啊，尽空就尽虚空，诸寒士就是一切众生，尽空诸寒士就是尽虚空的一切众生。归佛法身，离苦出三途，离开一切的苦啊，而远离这个三途，速得超三界，速得就是超啊，很快的超越这个三界，各发菩提心，各发菩提心，昼夜行般若啊，一切都必须以智慧为前导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不可以用妄心行事，妄心行事会惹来很多的啊，很多的这个因果的，所以昼夜行般若，生生勤精进呐、啊，啊，生生世世啊勤精进，常如旧头燃，燃就是火在烧啊，这个燃就是加一个火部的这个燃，啊，那么先得菩提时，誓愿相度脱。啊，是谁先得菩提，谁先证果，那么希望来救救我们。所以我常常勉励大家，今生今世无论如何要多结善缘啊，同参道友应当结善缘，不可结恶缘。谁先成佛不晓得，谁要救自己还不晓得，这里最有钱的不一定能够先成道，也许是一个最穷的人，也许啊。他穷啊，他觉得很苦啊，他拼命的要了生死，认真的念佛反而能够成就。有钱的人悠哉悠哉的认为啊，我死后啊可以叫法师念一念了、啊、结果没有把握了。所以这个很难讲的啊，因此啊我们呢、啊、今生今世啊一定要先啊结个善缘，生生世世啊誓愿相度，誓愿相度啊。底下自皈依三宝，以求度脱众生。又如果不若愿，比各个自皈三宝啊。如果你没有啊啊，怎么样？又不若不如啊，愿希望啊，比就是对方各个每一个人自皈依三宝，其度脱者亦啊。所以你自愿皈依三宝以求度脱众生，那么不如希望大家能够皈依三宝来度脱比较容易。各位，一提三宝含身本具啊，一提三宝就是站在离体的角度，佛法身都是一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提三宝就是佛法身都离不开这一心，佛是智慧心，法是真理的心啊，身就是和合的心，它都是心，都是心。拥有智慧的心就是佛，拥有真理的心就是法，拥有和合的心就是身，就是一体三宝的解释。一体三宝含身本具，每一个众生呢、啊、都本来具足啊，不缺一丝一毫，大家都可以成佛。哎，大家都可以成佛。哎，你看那个广化老和尚，他那个病的那种程度，他还办佛前，还传三坛大卷。说到那种慈悲啊，哎呀，那真是自叹不如。亲近他的比丘啊，我问他讲，哎呀，老和尚
你们觉得最近怎么样啊？我们呢，健康的人不如他。我说为什么？他那一天呢，弥陀经要念七次啊，哈，他今天去外面呢、啊，哎，如果很忙啊，哎，回来功课一定补到完，才去睡觉。嚯、哦，那这个不得了，跟我们这里的在家居士也是一样，很多在家居士也是一样啊。他今天回忙了、啊，出去回来，他已经补到完，哎，补睡眠，他、啊、补睡眠。补到睡眠够他，嘿，他再起来用功，他一定也会补功课补到满。他的功课是睡觉，那功课啊，今天太累了，我补到睡眠足够，我会起来用功。哎，对吗？哎，对，免奢求哈。因为无始无明，迷而不自觉知啊，自不觉知则迷佛觉，哎，迷这个佛觉，那么不觉本有。那么就迷这个法宝，来解释一下啊，因为这个无始无明，我们迷而不知觉知，哎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维系的无明，自己不能觉知呢，就迷这个佛宝。那么不觉得我们本来就具足，那么就迷这个法宝，本有就具足这个法嘛。那么实本离而不合，实就是始觉，本就是本觉，离而不合。则迷生宝，这当然是以起信论的思想为注解了。实就是始觉，本就是本觉，始觉本觉啊不合一，那么就是迷生宝。哎，迷头逐影啊，迷了根本啊，追逐这些影像，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。哎，迷了头，看不到自己的头啊，这个是指提婆这个眼若达多。哎，迷头逐影啊，这眼若达多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啊，哎，看不到自己的头。他以为头掉了，哎，看不到自己，问人家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头？”大家都笑他，你神经病啊，是不是神经病啊？哎，他说：“你头不本来就在这里啊。”说：“哦，还好，我的头没有掉。”迷头逐影，以及就迷掉我们的本心，追逐这些啊虚妄不实在的影像。哎呀，这众生是很可怜的，舍父逃世啊，哎，舍掉佛啊。啊，逃离，那么逃世就是轮回六道，无有一时，没有一时一刻停止。所以无父无家，无父无家，哎，没有父亲的教导，没有家里依靠，就无依无靠咯。今愿净空寒士啊，个个皈依三宝，哎，只希望他们悟到本有一体三宝，为皈为依为救为护，皈依救护。所以说皈依佛不堕地狱，皈依法不堕恶鬼，皈依僧不堕旁僧。哎，所以单单这个皈依三宝啊，这个恩啊，你就报答你的师父就报答不完，不要说他的大恩大德了啊，他让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，就不得了了，这个就千百万劫你就碰不到。他还引导讲经说法给你听，还引导叫你要聊生死，那这个法身慧命，这比你父母亲的恩啊，啊，这在《梁皇宝忏》里面讲这个师父的恩啊，你比你这个肉身的父母亲的恩啊，超过百千万倍，百千万倍，法身慧命完全要看师父啊，法身慧命啊，生生世世的法身慧命啊，那你拿什么来供养能够报答呢？就是不是今天随随便便买点东西就可以报答师恩，没有办法，师恩难报。哎，单单皈依佛法僧的功德就不堕三途了。实自他之力而等持，实在是自力跟他力啊啊而平等，是吧？十本二解而一合，方为真皈依三宝者。我行道礼拜，这个是哎因呐。因呐、啊，或者是自己的自，站在事相来角度的啊。我行道礼拜，我诵经念佛，我修戒定慧，啊，南无佛法僧，这个是因，编号是 A， 底下普愿诸众生，这编号是 B， 普愿诸众生悉皆成佛道，这个是果，也是他，也是理。再讲一遍。从我行道礼拜南无佛法僧，这个是因，是智，自己的智是事。那么有因就有果呢，那么就是普愿诸众生皆悉成佛道，这是果。有智就有他呢，智力是我行道礼拜
我诵经念佛，我修戒定慧，这是自力。那我南无佛法身，这是自力。那么是他呢？普愿诸众生回向给众生，啊，悉皆成佛道，这是他。我行道礼拜，一直到南无佛法身，这是事相。普愿诸众生皆悉成佛道，这是我们的心，希望绝对的究竟平等，这是理，这是理。我等诸寒士，坚固求菩提，顶礼佛法身，愿早成正觉。此中发愿，欲三种回向，大笔拿起来啊！欲在旁边写两个字，寄托，寄托在三种回向，寄托啊，含在里面。这里面呢，发愿呢，寄托三种回向，编号一，我行道礼拜等等者，这是一，这是因也。悉皆成佛道者，这是果。刚刚师父已经讲过了，这个果就是回因向果。回向有三种，回因向果，回自向他啊，回事向理。回向有三种，第一个是回因向果，第二个又我行道礼拜，这是自。普愿诸众生悉皆成佛道，是他回自向他，把自己的修行完完全全的供养大众，自己毫不贪着，毫不贪着。哎，他也即回自向他，回自向他，编号三啊，再来三。又这个底下编号三，又我行道礼拜者，就是四相。悉皆成佛道，就是理，回事向理，回事向理。那么回事向理呢，因非果不净，就是因底下加一个字，若因若非果不净，就是不究竟。因啊，如果没有达到果，那当然就不究竟了，只是停在半途而已啦。智加一个字，若非他不普，就不普及，加一个字啊，不普及自己啊，自利如果没有利他，也是不普及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事相若非离，加一个字若，那么事相如果没有离体，他没有办法圆融，猛干呢、啊？猛干，对，事相就是猛干，拼命的修行，可是对道理完全不清楚，哎，不清楚。他说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台北。哎，结果一开到屏东去了，一开到。啊，猫鼻头去了，加落水去了，开到台东去了，哎，他猛干不一定达到目的了。你要去台北，你有台北的方向。事相修行一定要懂得理，那懂得理，你就必须多听经闻法。哎，是事若非理啊，不圆融，不圆融。三者圆满，三者圆满，菩萨行成。那三者呢？啊，因果一对。啊，自他一对，事理一对，回因向果，回自向他，回事向理，这样子就叫做圆满。我们常常每天讲啊，回向回向，我们现在知道回向的意思咯，哦，对不对？才不会像有的人讲，哎呀，我念佛回向给他，那我不就没有了？不，你念佛回向给他，你的功德越大，你的功德越大，是不是？不自私吗？不自私吗？哎，不自私吗？啊，善者圆满，菩萨行成啊！是故发愿，毕竟获之。哎，所以啊，菩萨发愿呢、啊，最后只得到。又如是之愿，愿中有行。哎，就是我们发愿呢，不只是说讲一讲而已啊。我们平常就是发愿，讲一讲可以啊。哎，但是呢，这愿中有行，发愿的还要去做。你说愿生西方净土中，那你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你要去念佛啊，要用功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到晚一天到晚看电视啊，一天到晚那里打这个电动玩具啊，你要赶快找个时间也修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古来高僧大德，那哪一个他不是精进呢？以广化法师来讲，那个我们以前亲近他，就是哦，这非常的精进的、啊。病苦当中，他也绝对不会舍掉他的功课的，对不对？人家今天呢生死自在、那有什么话讲？那本来就没什么话讲啊，是不是？愿中有行啊，
哎，心念行嘛，行愿相依，底下加两个字相成，因为相依就相成嘛，行中有愿，愿中有行，你要去修行，你当然要发愿呐、啊，我去做，你为什么要做？发愿，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往生极乐世界嘛，对不对？相依，那当然就相成呐、啊。哎，那就端到一个不行，只有一个愿也不行，只有一个行也不行，啊，是吧？所以说不疯不孤啊，那么居正修之先为发行之时矣啊，不疯不孤就是不欠缺不多余，疯就是多余啊，也没有任没有多余，刚刚好，恨怨相依相成。也不多余的，不孤也恰到好处，孤就本来就是单呢、啊，啊，本来就是单呢、啊，单好像有欠缺一样的，哎，所以不丰就是很丰富，没有欠缺，哎，也是一样的意思，也不多余，不多余，哎，不孤就单呢、啊，哎，那么恰到好处，不欠缺，不多余，恰恰到好处，举正修之先。正式修行之前，你要正式修行，你就必须要这样子，愿跟行，是不是啊？愿跟行是啊，为发修行之开始啊，是启动修行之啊开始。所以这个我们呢、啊，这个、第二段呢、啊，啊，第二段就是告诉你什么是愿啊，什么是行。所以说发弘誓愿第二，如果你翻开十五页，翻开十五页。翻开十五页这一段就是以二，第一段是归敬三宝，第二段以二就发弘誓愿第二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天念佛每天要发愿呢、啊、所以这一段就是发弘誓愿啊，希望啊我们啊不要碰到种种的灾难啊，碰到善知识啊，我们要三业清净性情柔软啊，不要碰到恶鬼啊，在一切处安稳啊，四大健康六根清净啊，所生之处碰到佛法呀、啊、能够啊尊敬三宝，常修梵恨思维了义等等这一些啊，还有愿一切的众生都可以护持我们，一切苦恼的众生呢 啊闻到佛法声都得解脱，这都是愿，愿就是希望，怎么样？每天呢，你在抱着一个希望，抱着一线希望，那他就是不会失望了。哎，各位，请翻开28页的中间，亲近师友第三，亲近师友的上面写个乙三，标号是乙第三段。乙三有分两个大段 ，A 先观三界生厌离故，所以在这个先观三界这个先字、啊、上面标号 A 左右两边挂弧，诸位再翻过来三十页的次亲善友这个次的上面编号 B 大 B， 然后左右两边挂弧。好，我们先看亲近师友第三 A 先观三界生厌离故，底下凡是欲出三界之家，我们如果想要、啊、出三界之家，需生这个厌离的心，需要生这个厌离心，那么没有厌离的心，我们便会执着啊，执着这个哎世间，我们有厌离心的话，想离开这个三界，然后依着啊这个厌离心来修行，容易成就。说须欲生厌离之心啊，悉观无安之境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的，如火宅喻啊，就像火宅的比喻。那么底下要开始标号了，为什么要开始标号呢？这一段一段呢、啊、标号配合着我们的讲义，那么这个讲义 等一下看，
我们先把这一段从头到尾把它解释清楚，段落分明，而后我们再来看这一章啊发的里面那两章的讲义啊。如果要对照着看，这样会纷乱这个心，所以先把这一段全部解释得很清楚，再来看增加的资料的辅助，这样可以确立对这一段的知见跟看法。底下是火仔的比喻，标号一头的旁边标号一画一个小圆圈啊，一写小一点画一个小圆圈。第一段，头为电锡，腹为堂。这个锡啊，以前没有标点符号，没有标点符号呢，就用这个锡字表示停顿的语气词，停顿。那么如果我们这个锡啊不念，改成现在的逗点，意思也是一样。比如说头为电，腹为堂，其实意思就是这样。这个锡字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只是说休息一下，停顿一下，古时候的用语就是这样。这头为电锡，腹为堂，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，这个头部啊就像这个大殿，那么腹部呢就像这个殿堂的堂子。那么背为色兮，皆无常啊，我们这个背部啊啊背部哎，就像一个哈、啊、房子一样，色兮啊，就像这个色房色，可是呢通通是无常。高且为兮，苦无央啊，这个无央劫在华严经里面讲的无央数无央劫，这个央就是无尽，无央就是无尽。哎呀，我们的这个房子高，但是呢不稳固，而且呢它很危险啊。苦无恙就是苦无尽。哎呀，说到这个世间的苦啊，每一个人你请他起来讲啊，都有一肚子的牢骚跟抱怨。哎，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，为了众生他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为了别人，可是得到的是什么？每个人他都这样苦无量啊，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，再来就是病苦，每一个人的苦啊，数不尽的苦。高而且为兮，苦无央，哎，这个苦是无尽的。底下编号二，住这个旁边编号二，说住根摧朽命不长，这个摧朽就是啊衰颓败坏的意思。这个柱根呢、啊、衰败的时候啊，这个命就不长了。哎，底下编号三，意识的意，编号三，这意识刚为栋梁，这刚为就是大要，我们这个意识它的重要是为栋梁，一切就是意识在支配的，哎，来作为我们的栋梁，这意识。刚为，刚为就是纲领，就是大要，哎，是意识是我们最重要的栋梁，因为分别执着嘛。诸苦所坏，亦堪伤，堪就是可，伤就是悲伤。哎呀，一切的这个痛苦啊啊，那么是就是无常，被无常所坏，这个也是怎么样？很悲伤的啊，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。底下标号四，说过去的行业就是身口意的造作咯，积弊将，将就是将近，积弊呢啊，那个念弊，这个积弊就是阶梯，意思就是次第的意思。哎，就是过去的造作啊，这个次第啊，一直这个果报，一年果报啊，都是一直接近的啊，逃不掉的。衰老颓废何可当，这衰就是衰颓，老就是老病啊啊，老了又病呢，然后要颓废何可当，有什么可以承担的呢？
那表示啊无能为力的意思，哎，表示我们一定要承受这个生老病死衰败之苦，哎，我们实在说起来啊，谁能够承担呢？哎，实在说起来很悲哀的一件事情，又逃不掉，又必须去承担。底下编号五，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哦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啊，那么这个和合的，哎，和合如壁墙啊，那个这个是墙壁的俗字，一个土也可以，或者是这个片段的片呢，反过来这个墙壁的墙也可以，两个字是通用的。我们呢、啊，地水火风所构成的这个色身呢，啊，就像墙壁一样，哎，脾侧崩坏，十分痒，分张就是分离了，脾侧就是裂开来，崩塌的意思。脾侧，哎，脾侧就是裂开来，崩塌的意思，哎。我们这个四大呀，就像墙壁，四大如果分散开来，就像墙壁倒塌一样的。泥土自落，皮肤啊阳啊，这阳就是像胃溃疡，这个阳啊就是溃烂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自啊，就是毁坏、崩塌，哎。泥土就是涂抹在墙壁的泥土，涂抹在墙壁的泥土有一天会脱落了，啊，是自落就是脱落了。这涂抹在墙壁的泥土，那就表示说我们身体的皮肤了，哎，那么所以说泥土的脱落就如同皮肤的溃烂一样，哎，意思就是我们全身呢到老了。要老了，我们就会长出种种的啊皮肤病，哎、啊，种种的溃烂啊，脓包。附三，这个念三，三就是茅草啊。我们现在建筑的材料都是用钢筋混凝土，以前呢，它不是用钢筋混凝土，以前是用茅草。覆盖在屋顶的茅草，哎，如果你们看这个古装的电影啊，啊就知道，哎，他们也说啊，比较荒郊野外的休息的地方啊，那都是用这个茅草盖的。乱坠啊，这覆山，这个念山啊，覆山乱坠，毛发黄啊。盖在屋顶上的这个茅草呢，很乱，有时候脱落下来，就如同啊，这个头发呀，由黑变成黄色的秃黄，黄色的头发就表示老了，要脱落了。盖在屋顶上的茅草，就像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毛发这个秃黄一样的。底下船履拆脱枝节僵，船跟履两个字不一样啊，这个船字呢是沉屋瓦的原木，就是指屋顶上，我们屋顶古时候的屋顶啊是这个原木，然后一根一根的原木支撑，然后上面再铺上这个瓦片啊，这沉屋瓦的原木，承受屋瓦的原木啊的原木啊，铝就是门槛门框上的横木，一个是屋顶啊承受屋瓦的原木，一个是门框上的黄木啊的横木，门框我们那个门框框框那个横木，所以两个、啊。都是木，只是一个是承受屋顶的瓦片啊的原木，一个是啊这个门框上面的啊这个横木，
意思就是房屋或者是门上的木头都损毁了，拆脱就是损毁脱落了啊，就像这个人呢、啊、到老了肢节啊僵，就是我们的关节僵硬了，不灵活了，哎，没有韧性了，没有用了，就是我们这个肢体啊关节啊僵硬啊，我们一碰到关节病啊，或者是老来了老人的病啊，那么这个身体的关节僵硬就不灵活了啊，不灵活了啊，所以这个四大这个四啊就编号五，那么底下呢这个四周围的周呢编号六，编号六第六段，这周藏曲以曲，曲曲四愁藏，四愁藏啊，就是周就是四周围的，藏就是指篱笆啦、树丛啦等遮障物弯曲倒坏啊。这个四周围的篱笆、树丛等遮障物的弯曲倒坏啊，就是曲曲，曲就是弯曲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四周围的篱笆、树丛等等这些遮障物了，都弯曲了，都倒坏了，本来是保护的啦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啊都弯掉了。那么四愁怅。是惆怅，惆怅就是悲伤，哎，那么我们的心呢、啊，让人家很痛心，很悲伤。再看看我们这个身体呢，哇，是杂秽充遍，非洁香。我们这个色身呢，啊，是一些阿里阿扎的东西啊，把它混合起来，啊，秽就是污秽了，充遍就充满。遍布啊，非洁香啊，并不清净啊，也不是有香味的，不是洁香之体。这是第六段，底下吃消编号七。这个吃啊，是一种猛禽，禽是有翅膀的，叫做禽，是鸟类，叫做禽啊。有翅膀的啊，禽。那么枭呢？这个枭啊，是也是一种会啊吃它母亲的啊这个鸟啊，食这枭。这种鸟很凶残啊，就是会食其母啊，所以这个吃是猛禽，枭会食其母，那比喻作非常凶残的恶人呢 啊就吃枭。啊，雕鸠，这个雕啊，也是鸠的啊，那雕就是鸠啊。那么雕鸠呢，那么又称鸠，就是一种猛禽呐、啊。这是这个鸟类啊，吃枭雕鸠，这个是比喻作傲慢的心，如同这几种鸟的啊，凶残的恶人。一个人呢，我慢太重了，这心呢、啊、太凶残。哎，你忤逆他了，他就会对你啊，哎，这个杀伤力。叫慢，这个慢字，慢死长，就是我慢的慢。这四种鸟，这比喻作慢，哎，这鸟是比喻作慢，慢死长。乌鹊、鸠啊、鸽，这个鸠啊，哎，跟鸽很接近，是鸽之鸟啊。那么乌鸦呢，雀子雀鸟报喜的，这乌雀鸠鸽交死强啊，我们这时候哦，八十一死啊，八十八死啊啊，那么这个死字就是不离开了啊，那么这个慢死长，慢死长，那就是说我慢了，一直成长，这个交是骄傲。这用前面这个鸟比喻作傲慢，用底下这个乌鹊鸠鸽啊比喻作怎么样？骄傲。这个死字没有什么意义，死字啊就是我们所比喻的，都一直在旁边，
没有离开我们。哎，我派一个使者，那给你派一个亲善大使，是吧？哎，派一个使者，那么就是永远侍候着我们，哎，永远侍候着我们。那就教使强，这个教的心的念力就很强啊。我们没有办法，上面没有办法离开慢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离开教。教二十九页啊，晚啊，编号八，编号八，晚蛇啊，晚蛇就是毒蛇，晚蛇就是毒蛇，腹蝎，腹蝎，哎，这个蝎子是毒虫，大家都晓得啊。那么这个腹啊，也是一种毒蛇。那么晚蛇是一种毒蛇，腹跟蝎是两种动物，腹是毒蛇啊，毒蛇。那么蝎呢，也是毒虫。这个毒蛇跟蝎是比称，比着称，这种虫啊很毒，就像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嗔恨心，我们是嗔毒，三毒里面的贪嗔痴，这个嗔恨呢、啊、也是一种毒。嗔阳阳，阳阳，阳阳啊。蜈蚣有眼会堂堂啊，蜈蚣有眼啊，这个有眼就是节肢动物的名字，哎，节肢动物的名字啊。蜈蚣就是百足了，哦，它的脚很多了，哎，有毒的了啊。以前呢、啊，啊，我们来看到那个蜈蚣啊，哎，都是哦，那个足很多，好几只脚啊。那么有眼也是一种节肢的动物，喙啊，我们说称喙，这个喙堂堂的意思就是盛大的样子。鼻呀、啊，这个称喙心很大，上面是称洋洋，下面是喙堂堂，啊，这个堂堂啊是盛大的样子。鼻一说啊，称喙的心很大。手工百足吃不良啊。这个上面、啊、是比喻做嗔跟会，下面这个、啊、是比喻做吃。手工就是壁虎啊，壁虎，这个壁虎有的会叫，有的不会叫，哎，有的会叫，有的不会叫啊。尤其我们呢以前小时候啊，那个木造的房子特别的多，木造的房子特别的多，多的没有办法算啊，专门吃这个蚊虫类的，尤其是那个日本的房子更多哦。像 我姐夫啊，他是警察，那么他分发的这个都是这个日本式的合适啊。那么有时候、啊、警察局要、啊、分配的房子老旧，那有时候我到姐夫家去的时候在那边过夜，哦，这个壁虎就特别多，非常的多啊。有时候啊晚上叫着让你不能睡觉，这种声音、哦、叫得很大声，那都没办法睡觉。据说，据说了啊，据说是以浊水溪以南的说会叫，浊水溪以北的壁虎说不会叫。我们台北那个壁虎、哦、以前我们住的那个老家，哎，没有声音呢、啊，没有声音。哎，可是啊。我姐夫家这个、啊、日据时代所留下来的这个警察、啊、分配的宿舍、啊，哦，那个叫得很大声啊，非常大声。壁虎，手工就是壁虎啊，啊，百足呢，就是前面所讲的蜈蚣，哦，蜈蚣啊，那么这是比喻着吃不良，当然就不好了。哎，这些壁虎啊、蜈蚣啊，就比喻一个人的心是痴呆的。哎，不善良的。又离稀俗无名常，那么这是表示无名的。又就是又俗了，这个又俗啊，色赤黄，尾巴很大，尾巴很大啊，叫做又俗，色赤黄，尾巴很大。那么狸呢，就是外形似狐狸的一种野兽，外形啊很相似这个狐狸的一种野兽。
西鼠就是小的老鼠了，小的老鼠。那么无论是鼬啊，无论是狸啊，无论是小鼠啊，这个是比无名啊。那么长呢，也就是表示啊，一个范围，你就是离不开无名。底下编号十啊，那么手工这个手工啊编号九啊，手工百足吃不了，这个手工的编号九。那么底下猪二的猪字编号十，第十段，第十段，猪二啊从辈和攘攘，这个攘攘就是众多啊，这些啊很恶的这个从辈啊啊，那么哦何其的多。攘攘就是众多的意思。骄横驰走意茫茫，茫茫就是不知所措，哎，茫茫然横冲直撞的。我们呢有时候看这个虫啊，哎，也是毫无目的的在那边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的。骄横驰走啊，啊，横来横去竖去的，哎，也是茫茫，茫茫就是不知所措，茫茫然横冲直撞的啊。底下编号十一，屎尿臭畜是道邦，是道邦。众生呢有常乐我净四种颠倒，哎，众生有常乐我净这四种颠倒啊，所以就是道邦。屎尿臭畜，屎尿臭畜啊，是道邦就是常乐我净四种颠倒。十一啊，这屎尿臭畜，是因为啊，为什么会恶臭呢？因为以不净为净，以无常为常，以苦为乐嘛，以无我为我，所以是四道邦啊。众生呢 以无常为常，以苦为乐，以无我为我，以不净为净，哎，那当然就是四种颠倒了，把常乐我净整个颠倒掉了啊。不净留意欲多方，哎呀，这不清净的东西啊，我们这个色身啊，常留不净啊，多方啊，比些啊，种种的啊，种种的处所，枪狼诸虫及其上。什么叫枪狼？俗称为这个粪球金龟子，那专门呢、啊、爬在大便上的，常常用这个以这个兽类的粪便啊做啊作为这个圆球，然后啊滚来滚滚滚起来啊，滚一个圆圈，然后滚回自己的血里面，再慢慢的吃，慢慢的食用。这个枪囊啊，俗称为粪球金龟子，大粪的粪，米田共粪球，哎，金龟子啊，这个饭大便的上面呢有这个金龟子在那边呢，哦，走走来走去的，哎，能弄一团弄一团的，然后滚起滚成圆形的，哎，比如说牛粪呐、啊、狮子的粪呐、啊、等等呢 等等，然后就大象的粪呐、啊，哎，等等，用这些啊兽类的粪便作为啊他们的食物，然后啊打一个圆圈的滚回去，哎，枪狼诸虫及其上，哎。那么不净寂静明其章，不净不清净，哎，我们呢以为寂静就是以为啊执着啊变成一种静啊，明其章，所以章就是非法所得的财物，这个叫做章，我们是要分章分章啊，哎，非法所得的财物，这个叫做章啊，比喻作啊那不应该有的东西啊，因为是不净即其净，所以啊说明它呀、啊、是非法所得到的财物，意思就没有智慧，不了解世间的真相，哎，不了解世间的真相。再来是编号十二，亦有野干及虎狼。编号十二，也有野干，这野干呢就是啊，狐的一种，狐的一种，也有狐的一种，以及啊，虎狼、狐狸啊，跟野狼，啊，
主觉践踏死尸旁，啊，主觉那么践踏啊，就是咬东西呢，践踏在这个啊死尸旁就在旁边呢啊，不但吃啊，践踏呀，走来走去的。但是因为贪心不足，贪心引物向于己呀、啊，哎，他想吃更多嘛，贪心呢、啊，引物就是把东西咬住啊，不放啊。哎，引把东西引到嘴边来，然后硬吞下去啊！贪心引物向于己啊，向自己啦。不以道理同其相啊，他不讲道理的啦。哎，同其相，相就是相党，相党同党同乡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不同的这个生活理念呢、啊。那么同其相，当然就是同其所住啊啊。那么道理大家都讲得通。现在呢，只有贪心引物，只有向自己，而呢不跟人家讲道理的，不以道理啊，哎，同样的，来作为一个共同啊，哎，理念，所以啊，变成不同其相了啊。群狗竟然相搏错啊，搏错，这个搏错就是相互的攻击，你攻击来，我攻击去，相互的攻击。搏斗来强取食物，搏就是打击，错就是取，甚大啊，对，很打击啊，用很大的力量啊打击。其实这个搏取啊，啊搏错啊，就是互相攻击啊。就群狗竞来啊，啊大家要竞争了、啊，竞来竞争了、啊，怎么样？相搏错，相搏错的互相抢夺食物了。饥累求食心张狂，又饥饿啊！这个累字啊，就是瘦弱的意思，弱，身体很虚弱，身体很虚弱。那么饥累就是因为饥饿而瘦弱，而疲困啊，没有体力，身材很瘦。这个就念累，这不是念赢啊，不是念输赢的赢啊。那么积累啊、那么求食心张狂啊，就是因为饥饿啊而瘦弱啊，那么疲困，张狂就是慌乱恐惧的意思，哇，又饥又饿，那么又没有体力啊，又是赶快啊，赶快求看看有没有食物啊，这个心呢很恐惧，很慌乱。聚集五尘不知止啊，哎呀，就聚集这些五欲六尘啊，怎么样，没有办法停止，就像一个人啊贪求这个啊色声香味触一样，没办法停止。有利之贪胡强两，胡就是胡乱作为，横行残暴，横行残暴，哎，就是胡强两。那这个人他既贪心，胡作非为，然后又横行残暴，这个叫胡强两啊。那么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啊，前面那个地方说也有野干及虎狼，这个意就是十二编号十二，意有野干及虎狼，前面啊讲过了，是不敬即敬明其章啊。那么底下是意有野干及虎狼，这意字旁边编十二，那底下再来呢？贪胡强梁，底下是斗争的斗啊，编号十三。斗争扎彻，这个扎彻啊，就是抓起或者牵引啊，把一件东西抓住、抓取、抓取，叫做扎彻，那是念彻啊，扎彻。那么矮柴啊，矮柴，那么矮柴就是狗咬东西的样子，矮柴啊，吠，那狗咬东西啊，哦，在那边乱叫，这又斗争又互相抓来抓去的，然后啊咬的东西啊很凶残，那么互相的狂吠，人之疑惑也不良啊。啊，这个表示啊，讲的疑惑的疑，贪嗔痴慢疑嘛，刚刚所讲的啊，贪嗔痴慢疑，
疑啊，就是我们呢心中啊没办法啊决策这个真理，那当然就不好了，疑非良。编号底下处处这个处者失事，失事，处处离昧亡良鬼，这个都是不好的鬼了，哎，专门捣蛋的，找人麻烦的，这鬼啊，历史如此深助长啊，那么历史就是无历史啊，无历史就是身见、边见、见习见、见习见、邪见呢、啊。五顿时是贪嗔痴慢疑嘛，所以这个历史如此深助长啊，就是这个无历史啊，哦，那么这个成长的很快，哎，就是这样子成长，就处处的处编号十四，底下这个夜叉这个夜字编号十五，夜叉恶鬼啖人肉，那么这个夜叉恶鬼啊，哇，那啖人肉，啖人肉是非寻常啊，啊。毒虫之属亦复床，这个念床字啊，这毒虫之类的啊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床就是饮食没有节制，或者吃东西啊很暴食啊，就是没有节制，拼命的吃，哎，就是饮食无节制，叫做床，吃物肮床，恶生床，哎，这夜叉恶鬼啊，吃人的肉啊，这好恐怖了。哎呀，毒虫之属亦复床，哎，然后底下波无善因并恶果，波无啊完全否定，波无就是否定，哎，行善不一定得到善果，造恶也不一定要恶果了，哎，把这些善因恶果通通认为没有，没有，那么就否定因果，那这个糟糕是邪见呢、啊，大邪见人呢、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起残缺。虎跳狼啊啊，那么一起铲却就是消平除灭掉，消平除灭掉就是什么？没有因果，哎，不必啊，诸恶莫作啊，跳就诸恶莫作，狼啊就是众善奉行啊，所以一起把这个，嗯，这句意思就是说一起铲却，一起把这个善恶的因果全部除掉，不怕啊，虎就是哪里有。哪里有什么诸恶莫作的这个跳字，哪里有什么众善奉行的狼字呢？啊，跳狼。那么这个跳狼我们查了很久，我们查不到，我们查不到它的渊源、它的出处、它的典故，通通查不到啊。后来我们呢就去问啊、一些善知识啊，那么他们给我们答案，可是这个答案我们并不满意，可是不满意没有办法。我们实在找不到更好的答案啊！为什么跳狼这个跳字比喻着诸恶莫作，狼字比喻着众善奉行，何以故？嗯，不知道。如果你们这里有文学系的，哎，学问很好的，哎，再跟师父啊，哎，研究研究。如果你的答案真的让我们很满意，啊，也觉得很得体，那我们呢采用你的。那因为我们这个跳狼啊查的相当的久，是在说这个跳狼本身的意思就是跳跃，跳跃啊，那么这些意思就是一起铲却啊，整个啊跳跃过去就是否定着否定因果的意思，跳跃否定因果的意思啊，那没有更好的解释啊。底下编号十六，诸恶禽兽之乳身，就是滋生繁衍啊，滋生繁衍，这些恶的禽兽啊啊，滋生繁衍呐 啊各自常护身体防，体防就是防备，体防就是防备，哎，意思就是这些啊恶的滋见的邪知邪见的众生呢、啊，本身就是哎体防又保护自己。错了你宁愿让他错，诸恶禽兽之乳身各自常护身体防，做一个提防起来就防备起来保护自己了，哎，所以这个外道的呀他一定听不进去佛法，是不是？那还要攻击伤害三宝，那就是因为他想保护自己，哎，编号十七，那么再来诸恶这个诸字编号十六，底下这个夜叉进来争取时就编号十七，夜叉
进来争取食，哎，这个夜叉呀，啊，来啊，争这个食物，恶心转炽生痒痒，哎呀，这个恶心呢，更加的炽盛，转炽就更加的炽盛，生痒痒，哦，这个声音很大，哎，这个恶心转炽生痒痒，哎呀，看到很恐惧，很恐惧。邪见波无善与恶啊啊！邪见就什么叫邪见呢？就没有善跟恶，因果并破同其行啊！因果通通破就除掉，哎，破无因果，不无因果，也就是跟他同党的。哎，底下鸠盘图编号十八，这个鸠盘图呢，但精气鬼。厌魅鬼，哎，鸠盘图，所以这个楞严咒啊，也应该是念鸠盘图。有的人念鸠盘茶，那是不对的，啊，不对的。哎，以前我刚出血，结果在那念楞严咒，结果广化老和尚在旁边，我就念鸠盘茶。那老和尚说：“我那不念茶，那念图。”所以这个字特别的有印象。哎，鸠盘图啊，不可以念鸠盘茶。我们楞严咒啊就有的啊，这鸠盘图，鸠盘图鬼蹲土躲，这个念躲，躲就是土堆了。哎呀，这个淡精气的鬼啊，咦，就蹲在那旁边，蹲在旁边土堆上啊，离地一两尺游行，哎，离地一两尺啊，表示他哎神通自在啊，很有功夫的啊。众意嬉戏抓狗族啊，玩过来玩过去，玩过来玩过去啊，抓这个狗啊啊的脚，不知取乐令身上啊，身上也失身上胆非常恐惧啊，失身上胆非常恐惧，扑之啊，哎，扑之就抓，哎，把它扑过去，就相扑相扑嘛，扑之取乐。啊，来玩了，一下子抓这个狗的腿啊，啊，一下子扑这个狗啊，让它呀，啊，身上就是因为很恐惧，恐惧到这个声音呢、啊，发出好像没有声音的样子，我们呢恐惧到这个声音，呜呜的叫不出来，又有一点声音，这种声音又抖动，哎，不是使那个狗啊很恐惧啊，哎，很恐惧。就是失身了，上胆了，啊，取乐非常恐惧、啊，外道啊，外道怎么样？升天有如此，这外道就是邪道了，哎、啊，不正道了，叫邪道。升天，那么希望这样能够升天呢？有这样子，魅内居贱或低昂，魅内居就是边地的下贱种族啊，边地的下贱种族。边地的下贱种族，啊，边地的下贱种族，啊，或者是低呀、啊，低，那么昂就是高举扬起，低呢，啊，一下低一下高，啊，那么又意思就是说，啊，这个指边界，哎，那边界呢分成断界跟长界呢，啊，这个边界就是边地的下贱种族之界，表示说啊，啊，这个之界很糟糕。啊，那么这个边界呢，不是断剑，就是长剑，就是只有啊，那么持即无比啊，就执着这边有，那么那边就没有，哎，所以一下低一下高，哎，之间看法大不相同，外道的互相攻击。底下编号十九，富有诸鬼生长大啊，鼻呀、啊，哇，他这个之剑呢、啊，哈哈，越来越大了。他是这个最大的底下这一段是比喻生见啊，又有诸鬼生长大，裸形黑瘦住其中啊，站在中央，又是裸形又黑又瘦，又安住在其中间啊，这比喻着生见，有生见的人发大恶声呼求食啊，哎呀，发大恶声，我要求食物，我要求食物，哎，这底下的众生身见亦不响，这身见要画一喊，这是这一段都在描述身见，就是这一段在描述身见，哎，执着一个啊，身见边见见其见见其见邪见啊，五力史的第一个身见，
也不想，那么也不是好的。众生的身见呢，那个当然是不祥的了。哎，树穷横遍欲长亦大长，不管是横的，不管是竖的，不管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，啊，遍一切处都执着有一个身见，啊，大长，大长底下加两个字身见，大大的成长他的身见。意思就是树穷横遍欲大长啊，无论你是直的是横的，是过去现在未来，我们的身见都没有不容易断啊，必也大长，大长就是大大的成长我们的身见。那么这个是很难破的啦，哪一个人没有身见呢？是不是每一个人一碰到什么东西都是我开头？那你学我学我学了几十年，这个我还是在啊，只是说这个我的色身还是在啊。哎，是不是底下编号二十，富有这个富编号二十，二十富有诸鬼真系行，行就是咽喉。又有这个鬼啊啊，真系啊，行就咽喉，它的咽喉像针那么细。哎，真系行就像针那么细的这个喉咙咽喉。富有诸鬼真系行咽喉，富大如山垒其场，垒就是饥饿，垒其场啊就是饥饿，这个垒字就是饥饿，饥饿的肠子。无想涅盘伟如池啊，你外道所修的无想定所得的果报，也就是无想天。外道所修的无想定所得的果报，也就是无想天啊，就是无想涅盘。他以为无想天是涅盘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危险的是吧？叫做无想涅盘。哎，就是以无想天无想定所得的果报，以为是涅盘，这个叫做无想涅盘呢。为如此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断肠二执互相妨，一个是断见，一个是常见，是不是？一个断见，一个是常见，那么的互相妨碍，互相攻击啊！啊，头发蓬乱，疏胸显显呀，那么蓬啊蓬乱，头发呀蓬乱就是头发散乱的样子啊，散乱的样子，蓬就是。蓬松啊，这个发很散乱的样子啊，蓬松蓬松啊嘞啊，疏就是急啊，非常的凶险，饥饿所逼业报偿，哎呀，饥饿所逼啊，这是果报的愁肠啊，诸见回转出不定啊，诸见呢就是种种的看法，身见呢、边见呢、借其见呢、断见、常见呢，这一切的见都不一样。啊，回转啊，意思就是啊，绕来绕去啊，绕来绕去啊，就是绕不出个所以然，出不定，一开始下手就不对，当然是不定了。他讲的不是真理，他怎么会定下来呢？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见嘛，一切都是见，知见上看法大不相同，是彼此相破攻疆场啊。那么攻疆场就是国界。是所知的诸见的范围，这一切种种的见啊，这一回转起来啊，没有办法定，个人执个人的，彼此互相啊攻破啊，就像啊国土在战争一样的，你所知的范围有多大，我所知的范围有多大，我认为我执着的才是正确的，这个外道啊攻来攻去的，攻来攻去的，也攻不出个所以然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六识外道就是这样子。底下编号二十一。夜叉恶鬼诸恶兽，夜叉呀，恶鬼呀，这一切的恶兽啊啊，怎么样？积极事项亏有疮啊，亏有疮。哎呀，又饥饿急啊，跑到四个方位去啊，看看窗户，看看能不能寻找到啊一条能够得到解脱的路线。意思就是说。这些夜叉恶鬼这些恶兽啊因为知见呢、就比喻着知见错误，这知见错误啊如同饥渴的人啊怎么样，又急又奔向四个方向，
结果啊找不到门路啊，因为他自见错误啊，没办法解脱了，就像啊这个夜叉恶鬼哎跑到这个窗户啊看看看看看有什么出路没有，哎亏有窗，有就是窗户啦，协会观察直视句，这直视句这四句要写一下，第一个叫做有，有句啊，这个有没有的有，第二叫做无，第二句叫做无，第三句叫做亦有亦无，第四句叫做非有非无。再讲一遍，什么叫做直视句？一切法离不开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啊，这个叫四句。这邪慧就不正见，叫做邪慧，因为不正见的观察便执着了这个世间，不是讲有就是讲无，要不然是不是讲有不是讲，要不然是讲也有亦无，要不然就讲非有非无，这四句。恐畏诸难何可量，哎呀这个恐惧是永远没有办法衡量的，太多了，哎这恐畏种种的灾难 啊怎么样，何可量，没办法思量，没办法衡量，太多了，因为知见不正吗。底下编号22，活宅活其四面赤啊，这个活，我们这个活宅啊啊，这个火呀、啊、一起烧起来，四面呢就很炽热，炽就是炽热。栋梁船柱抱身张，这个栋梁啊，这个船柱啊啊，抱身张，张就是很明显呢 啊垮下来，垮下来。你火灾一起来呀、啊，把这个房子烧掉，房子烧掉了，连着烧到后来就栋梁啊、船柱啊、抱身张啊，这爆炸的声音呢、啊、很明显呢 啊哔哔。